この番組はウォーゲーミン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收看说文解字。各位说文解字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布兰妮史安娜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天这个字。天字国语注音是 t-i-an 天，一声天，由一个一字配上大的字所组成。天字共计四笔画，属于六书之中的指示字。天造字来源最早是在人字上画一个圈，指的是人上方的空间，而圆圈进而演变成指示上方的两杠符号，经演化省略成一杠之后，就成为现今所认识的天。天这个字除了头顶上方的空间之外，另外有头顶至高无上的意思，而现今普遍用于与其他字组合，例如五月天、天星、一柱擎天、阮经天。今天要介绍的用语天，最早可以源自于部队里的天兵，形容做事笨手笨脚、总会出错的阿兵哥，渐渐被广泛引申为搞不清状况、做事糊涂的意思。台语的天常以叠字来诠释，指的是少根筋的意思，如这个人天天，你就天呢。日本的天指的是一种雕，又称黄鼬的食肉哺乳类动物。泰语的天念法同天，是蜡烛的意思。英文的 ten 连我阿嬷都知道是十的意思。天这个字除了上述各地区的用法及广义解释之外，在游戏上特别有逆天的讲法，指的是用与正常相反的方向来喻成角色。不过生活上的天广泛指的是天真、天兵、天才等综合意思，并省略成为形容词天。比如说，你娘张狗不带重疾，队友超天。今天百货通通打五折哎，那今天不就是五折天？送餐天。阿杰嘞，下一集脚本什么时候出？再给我几天。这集的工商时间整整拍了87天。
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天的用法如今已经普遍在生活中使用，而你又是怎么样使用天这个字呢？下次在说出天的同时，不要忘了天的初衷以及所衍生出的动人故事。今天说文解字就在此告一段落，咱们下次见。